一定要要我老师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嗯，感觉怎么样？首先就是千万不要觉得两位老师的性格是多么的差，特别柔，特别顺，就是慈父般的那种慈笑，就是你越说他们就会越这样看着你，越激励你，就是你越想说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对你讲话的时候还可能会笑着看看你，对对，特别绝了。就是蛮自由的，后续你又要是想补充或者是有这种又有这种新的想法，没关系的，就是大胆提就好了。